说啊。哎，我们有一个那个商务的那个开箱要拍一下，你出去开一下。怎么了？你这开个箱这么多人？嗯，嗨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拍的就是这个开箱的东西啊。你如果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啥牌子呀？那我开了。这啥呀？恭喜你获得了爱奇艺年度会员，影响力女演员，当当当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哎，我昨天才玩过这个。嗯。哇，我说怎么这熟悉的感觉，原来是爱奇艺啊！开心吗？有什么想说的？开心开心，那个感谢爱奇艺每次都给我惊喜啊，这个荣誉是警察荣誉给我的，但是呢，我觉得，一个戏，它跟所有幕后的团队、幕后的工作人员，包括所有演职人员的功劳都是挂钩的，所以这个荣誉其实不是单给我一个人的，我就也希望把它给警察荣誉吧，然后谢谢警察荣誉。啊，让我有了这一次体验，让我当过一次警察。你获得了这么多会员的认可，那也是粉丝对你的喜爱。你有什么想送给粉丝的福利吗？唱个歌，可以啊。想听啥？那你清唱一段。那个小鹿，大家已经快听吐了吧？那你就唱一个你从来没有唱过的好了。从来没有唱过的歌，我真的爱你。句句不轻易，眼神中飘逸，总是在关键时刻清楚东西。谢谢大家对我的认可，也谢谢大家对我的喜欢。2023年，演员白鹿会继续努力，不忘初心的。希望大家多多期待明年在爱奇艺播出的《宁安如梦》。